站住！你去叫他们赶快给我备马，多带点粮食。你去把上将军留下的那把剑给我拿来。是。见母亲，你还有母亲。孩子，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今年的雪下得真早。
不是雪下得早，是他来得太迟了。爹，您又来取笑人家了。你说夏侯公子真的会来吗？我知道，他一定会来。嗯，来了来了，这次可真的来了。不过，不是夏侯公子，不像他呀。哦，夏侯威求见关大侠，快请快请。哦，是。后雪拜见前辈，无礼坐。请坐。刚才我还向小女问起，想不到公子已经来了。你应该知道我一定会来的。恕老夫冒昧，看模样公子这一年来，那是拜前辈去年一掌所赐，是后雪不得不有所警惕，潜心苦练，这都是老夫的过错。不过公子也未免太苦了。不，这件事后学还得向前辈道谢，要不是那一掌，后学还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后学今天前来的目的，前辈大概不十分明白吧。哈哈哈哈，老夫早就知道了。看你笑得那么得意，那你猜错了。嗯，猜错了。嗯，公子不是为了影儿来的吗？影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令人。那么公子为何而来？就请明告。剑，你的那把剑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。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是去年的说法。去年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决斗的理由吗？但是今天你非跟我决斗不可。我还是不明白。那这就是你女儿的信物。现在你总该跟我决斗了吧。姓夏侯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有种你出来。魏宝，出来，不可放肆。怎么，你不敢？你的目的只是要想得到我的那把剑。不错，你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呢？为什么呢？少废话，起来。好吧。哼，不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你不爱我，我并不难过，因为你所爱的只是剑，而不是别的女人。颖儿，老实说，你并不是我父亲的对手，他已经20年没摸过刀剑了，有什么一定要逼他动手呢？哼，再说就算你赢了，得到了那把剑，你知道你会失去什么？我不动这些，走开。啊，爹，我求你，为了我，您就把那把剑给他吧。难道您这20年来忍受的痛苦还不够？是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其实我早就打算好了，把我的那把剑作为你的陪嫁，好让他如愿以偿。可是如今我不能这样做。为了维护一个剑士的荣誉和尊严，今天我非要惩罚他，给天下佩剑的人留下一个好榜样。魏宝，去拿我的剑来。是。爹，
林峰，不错。这位前辈，在下与夏侯公子有一箭之仇，所以特地赶来，不能让您的箭把他给杀了。哼，夏侯兄，如何？慢着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，不要弄脏了人家地方。请稍后，我就回来。你们的事，退下。真不愧为洛阳第一剑士，过奖。凌峰特来领教。请。请。Yeah!